十二是一个周期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时针每走过一个小时，分针就会转动十二下。十一是最小的循环单位之数，周而复始的循环。时间好像改变了一切，又好像只能改变一切。有十分热，就发十分光。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，只管尽情享受赛道上的风景。八十五号既是号码，也是标记。保持七分饱的姿态，不断向上汲取。六合之外没有边界。成长如香茗，五秒方回甘。四季三餐，对生活的热爱从不是只有三分钟。世界简单纯粹，但也不是只有非黑即白的唯二色彩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